西游记中有八位称祖的神魔，究竟谁的辈分最高？万物皆有祖，西游世界中任何种类都有其根源，道有道祖太上老君，地有地仙之祖镇元大仙，人有人祖三皇五帝，佛有佛祖释迦牟尼。同样的，妖怪之中也有妖祖。下面老儒就西游记中祖这个话题聊一聊，神魔之中哪个祖宗最厉害。以下按辈分从小到大排一排，妖祖九灵元圣，这西游记中被称为妖祖的恐怕只有住在万灵竹节山九曲盘桓洞的九灵元圣了。那么其他妖魔都被称为大王，唯有九灵元圣被称为祖翁。何解？其主人太乙救苦天尊道出真相，我那元圣儿也是一个九修得道的真灵，他喊一声上通三圣，下彻九泉。首先，元圣儿指何意？元指第一初始的意思，圣指人格最高尚的，智慧最高超的人，因此九头狮的名号似乎还要高过齐天大圣。其次，九头狮的叫声厉害，上可通天，下可入地，是能够惊动三清的狠角色，其神通也傲视群妖，一招秒擒孙悟空，因此绝对够得上妖祖之号。荡魔祖师真武大帝，西游世界中鬼怪横行，妖魔遍地，驱魔人就成为了一种职业，如高老庄高太公请法师对付猪八戒，七绝山百姓请和尚道士降服蟒蛇精等。事实上，唐僧师徒也临时充当了驱魔人的角色。那么这降妖伏魔的领头人是谁呢？无疑就是玉帝敕封的九天荡魔祖师真武大帝了。西游记第66回，孙悟空搬救兵对付黄眉怪，想到了去请九天荡魔祖师，对此人有详细介绍。文中孙悟空称真武为师相，注意师相是对宰相的敬称，看来这真武大帝还是个宰相，难道是唐朝的宰相？显然不是，这宰相应该是天庭的宰相。那么不得了，真武竟是天庭的一品宰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可见这真武以降妖伏魔起家，后来统摄真武之位，减伐天下妖邪，有大功于天庭，故称为天庭宰相。降妖之祖地仙之祖镇元子，从影视作品的形象设计上看，镇元子黑发乌须，看着并不老，但人家地仙之祖的辈分摆在那里。原文第24回，他的弟子介绍三清释迦师的朋友，四弟释迦师的故人，九曜释迦师的晚辈，元辰释迦师的下宾，他的武装官。只见那壁中间挂着五彩妆成的天地二大字，也就是说镇元大仙与天地同时出生，在太上老君开天辟地时，他是地上的第一仙，是如来所说的天地神人鬼五仙中的地仙老大。以此推算，三界中比镇元子辈分高的只有一小部分天仙，而且这一小部分至少是天仙中的元老。这就好比中央层级比地方高，但地方督府施政二品只比宰相或大学士低一点，却高过了大部分中央官员的品级。因此镇元子的辈分奇高，三界中只有三清才算是他的长辈，佛祖如来讲到祖一级辈分，如来还真不占优势。尽管他被称为佛祖，但佛祖在佛教中是反称，凡是佛中辈分稍长者也被称为佛祖，如未来佛、弥勒佛祖，在佛教中资历并不长，而且是未来的佛门领袖，也被称为东来佛祖。因此如来佛祖的辈分在佛教中肯定不是最高的，至少他要低于燃灯古佛。西游记中佛教的开创之祖不是燃灯，也不是如来，而是太上老君。第六回老君自己说，当年过函关化胡为佛，强调了他才是佛教的开创者。不过位置和实力往往决定地位，如来佛祖现居佛派掌门，而且佛法无边，智谋超群，佛教势力在他的带领下如日中天，连七佛之师观音菩萨在其面前都要口称弟子，因此如来也能够得上祖籍了。上古佛燃灯，西游记中的燃灯佛祖出场两次，他是否属于祖师级别？我们分析一下这两次出场的相关信息。一次是第五回，
孙悟空去兜率宫偷仙丹，恰好那老君与燃灯古佛在三层高阁朱灵丹台上讲道，众仙童、仙将、仙官、仙吏都是立左右听讲，从这里可以看出燃灯古佛的辈分能与太上老君相当，否则如何平起平坐一块儿讲道。第二次是第98回，唐僧取得无字经而不知，这时宝阁上有一尊燃灯古佛，他在阁上暗暗地听着那传经之事。随后燃灯派手下白熊尊者前去抢经，这次出场似乎无关地位辈分，但试想传给唐僧无字经的真是阿傩迦叶，我想借他们十个胆都不敢，可以肯定他们侍奉了如来的佛旨，因此这燃灯可以不需请示如来就可以派人干涉取经行动，恰恰说明了他在佛教中德高望重，甚至可以干预最高领导人的日常事务。菩提祖师这位在西游记第一回出场就是众人口中的祖师爷，说起这祖菩提的确是前辈级人物。首先菩提乃西方佛教之象征，佛教以达到菩提境界为尊，菩提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意思，佛教讲究顿悟，这悟就是悟到四大皆空之境界，也就是无上菩提之境界，因此菩提祖师给石猴取名悟空，就是希望他最后大彻大悟悟到四大皆空的意思。其次菩提乃佛教之先导，释迦牟尼经过多年的修炼，终于有一次在菩提树下静坐了7天7夜，战胜了各种邪恶诱惑，在天怪拂晓启明星升起的时候获得大彻大悟终成佛陀，因此菩提祖师其实是佛祖如来的导师，是一切佛的启蒙者。佛祖如来如此，斗战胜佛孙悟空也如此，可见菩提祖师才是佛教的宗师级人物。元始天尊，西游记中元始天尊出场实在不多，但从有限的信息中可见到一些端倪。先是从车迟国三清官的牌位看出，元始天尊的位次在太上老君之上，是三清之首，可见其在三界中地位至尊。其次是从镇元子率全官弟子去聆听他讲演的混元道国，而且说不可违了大天尊的简帖，说明他的辈分要高过地仙之祖镇元大仙，在神仙等级中站在最高端。再就是从真武大帝口中得知，元始天尊的符诏等同玉皇大帝的敕旨，连天庭十相及宰相五方五老之一的真武大帝都要俯首称臣，可见其地位之高。不过西游记中只字未提元始天尊是开天辟地之祖，但又暗示了他的地位高过道祖太上老君，留给了大家无限遐想。道祖太上老君，西游记中太上老君一出场的身份就是道祖，称为太上道祖，这里的太上与我们人间帝王中的太上皇相对应，似乎暗示着太上老君是天庭太上皇的意思，所以他来到凌霄宝殿，玉帝王母要出殿迎接。关于太上老君有关情况，道教典籍和中国神话故事里讲了很多，这里无需赘言。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太上老君的辈分在其他典籍和小说中并不是最高的，如《封神演义》中他是红军的大弟子，但在西游记中太上老君在三界中是辈分最高的。翻遍西游记全文，屡次讲到开天辟地之祖只有太上老君，甚至人类之母女娲娘娘也是太上老君谢化的，因此西游记中道的化身是太上老君，是至高无上的存在，是天地万物的开创者。他住在天的最高层33层里恨天，俯视着世间万物，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祖师爷。